我对爱情的看法一直觉得要给彼此很多的空间，那个彼此很多的空间当中其实是带着强大的信任，因为这样子你们才会轻松，轻松你们就会呈现你们最好的状态，并且懂得怎么样去尊重对方跟爱对方。这次在《明天记得爱上我》这部电影里面，我是饰演阿凤这个角色。我觉得这部电影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种的关系，那这些关系呢，有些人可能在你的生活中有遇到过，有些人可能没有，但是我希望在这部电影里面大家都能够用欣赏并且学习的心去看待很多不止我们还有身旁的人的很多关系。我觉得在这部电影里面，也许你会不见得你可以得到答案，但是你可以得到一个另外一种观点去看很多种的爱。